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前辈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泉州的巡抚村了，看我已经妆发完全，今天做一日的巡抚海边女啊。我已经跟我的好贵贵已经集合了，试穿一下。试穿，我等他一起。没事啊，干嘛试穿也要一起啊？对，他们感情比较好。好姐妹一起。不知道能不能穿得下，这件感觉还挺厚的，然后它又是长袖，把我手臂也遮住。开始猪耳造型簪花了，反正就是流水线香了，全凭老板自己发挥。这上面还是假发，很长的也是假发。老板现在是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哦。看你的那款不是还可以。有点头包脸的感觉，还是这个？应该会有一点头包脸。我也觉得应该会。噔噔噔噔噔，我已经换装完成了。哎呀，不穿紧身的衣服，不知道自己原来肚子这么大了，那就行，就当是来拍孕妇照了，是吧？将近6个月的肚子，这个衣服还是很喜庆的。你看我头饰已经弄好了，就等着化妆了。是加了一个假发的，看到没？我们是随便找了一家店，就是看上去没有那么热闹的，也是非常快速的换了妆，然后弄头发。我本来想找摄影师帮我们拍照呢，我想想看，应该是约不到了。你本身就很白，你现在更白。我还说绿色显白。你再怎么白，没有化妆师白。你看他的手好白。我等着化妆呢，想到这里来吃茯苓肉片了。这不就是你最爱吃的瘦肉丸吗？温州瘦肉丸就是这样。对。客商是轮到我化妆的，选择的是精致妆，带假睫毛的。你上一次这样画也是。结婚，看这个大肚子，这个不能把它那个收进去吗？不能收进去，这样的话显得这里胯有点那个。不能哎。来，我来，往那边看，笑一下呀！再拍一张站起来的，站着的，我想一下动作。哎，你脱腮也可以，你把你的口罩别露出来好吧。刚刚给我化妆那个小姐姐说今天人还稍微少一点了，前几天人更多，但是我看虽然说少，但每一家簪花店啊人都很多，都是爆满的那种状态。看我今天还算是能做到造型啊，是吧？好像之前就是人家说排队都排不到的，你就等着那里都等不到，每个人都是海边巡捕女。他们这边就吃这种的，就是她婆婆自己会做，是吧？估计他们这边家家户户的会都会做，就跟你妈过年的时候炸那种一样的。尝一个，因为我们是新鲜的紫菜哦，你看见绿还行，你们是软软的，不是那种。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萝卜跟那个米浆，外酥里嫩，他们当地的小吃，应该是家家户户都能做的，这是那种要类似于甜辣酱吧。拍照之前让摄影师吃饱先。这种是那种好像5块钱可以到一个地方，这样子5块钱一位。妈呀，这么多人。这个还是人少的时候了。对，个个都是。去年不知道有没有今年这么火，是个女孩子就是簪花。就这么一条街啊，我们走了好久，实在是人挤人，还有一些小车。这里有一家文创店，看看冰箱贴，你们选这里15一个，再买一个这个。你这之前买的是男的是吧？之前买了一个是个这个。那再买一个大一点。男的没有簪花的。有啊，我看有男的在簪花的，有小孩小男孩在簪花的。买一个这个，这个脸跟我的很像，一样大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村口了，我们刚开车的时候有路过，就看到很多很多人。帽子叔叔在上面，就看你们怎么放肆。那里有个大娃娃，我们去合个影。我这样子在镜头里面看到肚子大吗？
大。我刚吃了一点东西，感觉肚子更大。他是在拍手吗？这是？啊，他这个是什么动作？嘿，他也穿拖鞋的。好，谢谢，没关系，送给我是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等会他就写信了，等会他就写信了。嗯，好，碰到两个应该比我小，他看我怀孕，他给我拍了一个拍立得，说送给我。我们已经到码头了，码头边上全是海边巡捕女。哎，这个要有那种木质的渔船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其实我们停车场里面有船的，要不我们去那里拍，拍得到吗？拍得到船的，拍得到船。我看有人去那边拍的。那两个小妹妹给我拍的拍立得，谢谢他们。哎，我怎么这么运态这么足啊？等一下，你背对着我，从头动，我看一下，头不能抬这么低，头不，眼睛睁开。好，眼睛睁开，别动，眼睛睁开，别动啊。嗯，不行。再过来一点点啊！往那边看，往那边，那边。下巴。我们本来今天是想着约一个就是摄影师给我们两个人拍的，但今天人这么多，根本找不到好的摄影师，只能我出马了。大不了后期辛苦一点。不能全往后靠，你要假装往后看，但是人要盯住那种感觉。照片没处理之后再发，本应付尽力了。我们走走停停，吃吃拍拍啊，拍到太阳下山了。我们现在准备把那个衣服换了，然后去吃饭了。我之前就看到一个采访，就是赵丽颖，她来拍这个簪花，她有篇采访就说了，就是戴这个簪花就是象征着光明与希望，就很幸福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头上花园。哎，我发现这里的阿嬷，他们也是。盘发，然后簪花，但是他们簪的会比较少，对，比较少一点，没有这么浮夸什么的。累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来吃晚饭。就在那个停车场对面的一个饭店，对，靠着大海的，是我闺蜜他们之前来吃过的，就是他们本地人也来吃过的一个店，吃海鲜的，正和你。这个就是哎，当地就这边吗？泉州的，一个特色的卤面，里面有很多海鲜，有海蛎子、虾仁。少喝一点。这个面汤很好喝，很鲜。好喝。这个虾仁香不香？我妈自己剥的那种炒青菜的那种虾。是。啊，一模一样。再来盛一碗。你这里有什么蔬菜吗？蔬菜只有炒青菜。他们这里是不是也不怎么吃蔬菜？基本上以海鲜为主。来，你吃点蔬菜。为什么我吃点蔬菜？你缺蔬菜。这是我最讨厌的什么？青菜。青菜。啊、大字。对。香卷，我吃的蛮好吃的，好像有那种马蹄，脆脆的，外面像是一个豆皮。今天我看你妈在做，她问她外面是啥，蛮好吃。这个做法跟宁波就很像了，豆豉蒸那个海鳗，尝一块。刚刚吃完饭啊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哪里？漳州要三个小时呢。我们这边那个停车场停了5.5个小时，收费8块钱，我觉得还蛮便宜的。现在这个妆看上去还不错，在那个车里面模糊的灯光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酒吧里很多女生化浓妆呢？显得比较好看一点，因为灯光暗淡。跟磨皮了一样。